哥妈妈是相处关系很简单，因为我和爸爸很少交流，他若要说话，我说的那句应该是我妈咪，她主动说话时应该是这句你妈呢。爸爸教育我说，你可别让男人骗了，男人的话你别信，一时之间我就不知道该不该听爸爸的话。爸爸，如果你来听多吃点苦，可能我就是父爱的管爱爱了。老爸说，现在吃点苦，哪里就是父爱的管爱爱了。我说，偏偏要我吃苦，人耐。